Oh my god.哎，这是谁家小狗在这呀？求收养。哎，还是扎小辫的小狗好看。哎，他怎么真的扎了个辫子？哎，这小辫挺有意思呀。哎，可惜了，我喜欢斑点狗，你这种呀不太好看。他怎么又变了？哎，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因为不改变，就不会有人喜欢你。那现在有人喜欢你吗？我……哎，你干嘛？我抱你啊！你看，你这样不是挺好的吗？那为什么没有人喜欢我？不会的，一定会有人喜欢的。我陪你等。我就说了，没有人会喜欢。怕什么怕？没见过狗吃东西啊！赶紧走，赶紧走。
做梦都想不到，来时候好好的，回不去了。让他陪你玩好不好呀？